是地上行那起，哪朝哪代，他也没有咱们经济这么红啊！你们算是赶上了。来吧！小尼姑年方二八，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。我本是女娇娥，又不是男儿郎。现在成角了，头大了！你们杀了我吧！他是个戏痴，戏迷，戏疯子。